这事情跟你有啥关系啊？扔这儿的跟我有关系了，钱也拿了，那身份证你给人寄回去行吗？举手之劳，谁都不容易。我要是不还，你能咋？不听话是吧？你试试，你出得了这条胡同吗？ 哎，讲究。来波，哎，对喽。 记着，以后叫六哥。顶着头，左拐，有牌子。连他妈路都不认识，骑自行车，你说瞎转悠什么呀？是不是波？六哥。 冷，我看你那好像不啥生意啊，也不看人，可见等啥人去？一趟一趟，还能强身健体呢，您呢？一趟一蹲，我他妈也不拉。瞧你们家那揍性，真他妈把自己当骆驼祥子了。小子，你爹妈知道你在外头这么伺候人吗？俺爹妈等你伺候了。你说你们伙子。 和钱包也就那，当这么个香米了，比一锅都不够，比他们家两锅。哎，六爷，您走啊，吃了吗您？赶紧带上，回头让人看出来。得嘞。我明天一定去体检会，我们组组织组织工作会议的。跟咱的时候也可不错了呀，你自个儿说，我跟你多少回了，这天跟我说起账，你起了吗你？快点，坐上，坐上，咱俩还对你说行不行？你现在知道服软，你刚才干嘛了你？我明天，我明天。 这我们店犯了，宋坤，你撒不撒？放开，给你！哎呦，六爷，张队。 怎么茬啊？这是执法了。这位上有老下有小，都不容易，差不多得了。是，您六爷说的在理，这事儿我们也都理解，是吧？但是，他无照经营，就得没收。这事儿合理合法，您再往下听啊。不但不配合我们工作，六爷您上眼。面包车尾灯砸了，他干的。 你这事儿说不过去了吧？肯定得是把他连人带车都给带队里，您要插手，这是得讲理，对吧？灯罩，那尾灯是你砸的？我不是诚心的。灯罩砸灯罩，成，松手。您瞧，你无照经营，人家把你的煎饼摊没收了。 合理合法，你赶上了就得认，是不是？反正把车拿走，上车。张队，哎，把你这尾灯砸了，这得赔多少钱？面包车单侧尾灯怎么着，小300吧？300，我凑凑啊。你瞧，我这才273。 韩九，哎，麻利儿的，哦，得凑30吧，有吗？正好给您。这3块给你，那27晚上加拿去啊。不用，刘爷。一码说一码，张队，
甭点，准没错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这还有句话呢。啊，你这事儿清了，他这事儿还没清呢。对。你这抽他一大嘴巴这事儿怎么说呀？啊，嗯，一大老爷们儿，一出门让人来大耳贴子。<笑>听着。 你也抽他一个，合理合法。抽丫头的！抽丫头！他恶心他打你！抽他！别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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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
要不咱换一人，绿，我来吧。哼，他仁义啊，归他仁义。但是呢，话说回来了，下回咱再遇到这种事儿啊，能不动手也忍忍。老实人给挤得急了，也不定怎么着。 走，六爷。起什么哄啊？散了。怎么着？你他妈车给要回来了？别废话了，回去我再给你传信呢。走吧。 那天逮你俩点子，还逮的。哥俩，别折腾了，再多还得折腾呢。摔死你丫的！回头，赶紧把那照给人起了，别让人轰的你跟孙子似的。你好，京东快递有人吗？波儿，再叫一声。爸爸，爸爸，多他妈仁义！六哥，我不明白啊。 您这图什么乱？这是，这辈儿都差着，小波哪天回来了，回头还不得跟您炸猫啊？炸！本来就是给他买的，这么多年了，就学会了这么一句，信不出来了。六哥，当不当的？我问您一句啊，这小波真就一直没回来过？没，半年没见小兔崽子人影了。 现在这帮小兔崽子，下手真是没轻没重的啊，不计后果。现而今，社会这点事儿咱都弄不懂了。六哥，要不咱还是把小波找回来吧，他一厨，别回头再吃了亏。 兜不住自己就回来了。本主不在。
怎么样，六哥？这看着新鲜吧？有点意思。现在这人好上这个了。早年间，这家里头养狮子、老虎的，这个都是角儿。怎么了，六哥？这位爷也是角儿，天天都得扮上。这您老不比我明白？说，你朋友寻衅滋事，你赶紧拿着罚款来。蒙他妈谁呢你？就传奇一声来了吧，就把这个北京王给埋了。您现在卢禅太忙，忙什么呢？投降啊！我不敢抬头看着你，接着谈啊，您那两把刷子不灵了。你这一天到晚瞎溜达什么呀？就您那小破店儿，一天才多少流水啊？还不老是看着？我先看着你吧。看他们什么呀？别动，到时候剃个大豁子就好看了。干嘛呢？把那麻去了。干！啊！挂他妈多少钩啊？老解不开，帮我一下。大白天的，驴啊！还真是驴。哎，别弄了，哎，这门都坏好几天了。说来就来呀，你这灯都是人，都能看见。震颤酒吧，震颤一下。分了神了，不成正好。就您那破心脏，要真死我身上，那算怎么回事儿啊？啊！死你身上好啊！多少年前我就想死你身上了。你还别说，坏牙子，六哥起小看你就不是一凡人，透着咱北京丫头那股机灵劲儿，招人待见。起小。那时候您正眼看过我一眼，说天天心里惦记谁呢？哼，那时候你才16，我要天天拿俩眼贼着你，你妈还不得拿一锥子满大街挠我去？甭扯这没用的了，说什么事儿？这回打算借多少？你说这闷丝儿，代价？还把人给打了，让公安局给拘了。我可没钱啊！我生意什么样，
您又不是不知道。说是现在要让交罚款领人，酒驾赔2000，赔人医药费3000，还不算修车。我这正给他凑呢。你凑了多少？我那活期的折子里头都给他取了，2000多吧，凑了。你说闷三这哥们儿怎么回事啊？都这把岁数了，还作什么作呀？那也不能看着闷三儿在号里待着，不管不问呀。你说你，从摊上他有过什么好？你丫腿上那18针和脖子那一刀忘了？你他妈哪儿他妈那么多废话呀？一句话，借还是不借？狗脸啊！说变就变。我要是不借呢，你能怎么着啊？12号才来的，7天，这儿单子。行了，走吧。三儿，小波，你在哪儿碰上的？就一歌厅。喝酒了那天，让我过去给开车去，给了一地址。刘哥，孩子大了，由不得您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就是上辈子欠下，这会儿找你来收债来了。回头你把那个地址给我。给你可以啊，咱得把话说头了，别回头一见着儿子又藏，您得搂着点儿。这三儿啊，没当过爹，他是不知道，能把你给气死。所以说呀，六哥，我他妈还就担着了。得嘞，回吃完了，咱泡个澡去，去去里边的晦气。晦气？哪儿啊？他妈舒坦着呢。走。来，走了吧。你找谁啊？那你谁啊？哎，你干嘛呢？你是？我让你进了吗？你就奔里瞎他妈溜达？哎，你还跟我玩你是谁这套是不是？啊？我他妈跟你说话呢，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耳聋啊？你说话呀！哎，孙子，你信不信我抽你案子？我告诉你，刚刚我滚出去，不滚出去我报警了啊！去去去去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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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哎！咦咦，小木哥小木哥小木哥，疼疼疼！啊啊！嘴里说话干净点。啊啊！你爸教你的，跟我这岁数的人，你没大没小，你还你丫呢你丫呢？谁孙子？哎呀呀！我是孙子，我是孙子！啊啊哎哎！啊，不是，叔，您到底是谁呀？啊，我是张小波的爸。
叔，那他不在。干嘛去了？他出了点事儿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之前有一天晚上，小莫回来以后，那脸明显就看着像被人揍了一顿似的。然后后来他一劲儿嘴里叨唠，说这事儿没完，这事儿没完，什么这个那个的。然后前一天晚上，乌央啪来了一大波人，就把他给提了走了。哎，对了，叔，我这儿有一段视频。那天我们新认识一女孩，这个就是我小波耍的时候裸露的。后来那天晚上我就喝大了，然后我就先颠了，然后那个小波就他们俩，我也不知道后来是什么情况。这里边可没有什么事儿啊。那天晚上你们到底干嘛去了？他可一晚上没回来。老爷们做事得敢做敢当啊。你到底碰没碰？行，你跟这儿不说，咱换个地儿说。走，这事咱就不提了。光他妈划车够你家喝一壶。你不是朋友吗？他都让人给弄走了，你还跟没事儿跟这玩游戏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跟小波也没说交那么深，我也不愿意扛这雷，所以就没掺和。你们现在这帮孩子一个一个的真够仗。小波在夜店认识一姑娘，好像当天晚上就把人给睡了。他哪知道这姑娘有男朋友啊？这事儿搁谁谁他妈不急呀、啊？那孙子好像也不是什么善茬，一顿暴踹。就您家小波那脾气能忍这个吗？转脸就把人车给划了，划一 Enzo Ferrari。什么？什么 ？Ferrari。Enzo。我听他家叫他赔钱了，三天之内不赔，闹他条腿了。什么人？敢喘这么大气儿？就那帮玩那个改装车、飙车的。那个丰台那边有个修理厂，好像是。哪家修理厂？哎呀，这我就闹不清了。老板结账。等会儿。老哥，我跟你说哈，要不是东哥介绍你来的，这我都不告你，知道吗？这孙子犯什么事儿了？警察办案，跟你没关系，别跟吵。走。灯罩，原来跟你一块修车那黑脸儿，现在在哪儿呢？啊！我想跟他打听几个人，打听几个人。啊！一帮傻孩子。家里都有俩钱儿，非官即富吧。这帮小兔崽子，差不离每天晚上都在我们厂子边飙，叫他们什么？三环十二少。十二少。喂，你是侯小杰吗？是啊，我是京东送货的。你有一快件在我这儿，你那地址写的不清楚，你再告诉我一遍，我给你送过去。我现在不在家，什么东西啊？盒子上写的是汽车配件，
现在在哪儿呢？我赶紧给你送过去。那就电台后边铁道口5点。得嘞。哪儿人呢？山东临沂平邑县的。叔叔，这是我建工学院的学生证，我叫郑红。我也不管你真的假的了，正好我也摊上事儿了。这200块钱你拿着。谢谢叔叔。真的呢，我就算给自个儿积了一福报。假的，六叔也认。叔叔，地址。快递。是。放后边。叫张小波，被你们这帮孙子给扣了。什么张小波？我不知道。你快给我下车！啊！你再不下去，我喊了。喊吧！救命啊，程姐！救命！快救我！你们这干嘛呢？没见过老子教训儿子。他不是我爹。我也没你这么个王八蛋儿子。大叔，快救我！臭小子，你们这帮臭小子都他妈欠抽！喊呢，接着喊。现在这人见事都躲，你接着喊，你看有人管你没有？你儿子是小飞扣的，跟我没关系。小飞是谁呀？他家住湖南，常在北京玩。你儿子刮的就是他的车。小飞现在在哪儿？住哪儿我不知道，现在应该在修理厂。今天有比赛。走吧。老爷子，您没事吧？废什么话，该追追着。孩子，你这身体够棒啊！怎么着？你的车追不上他？怎么追不上啊？我的发动机全是强化过的。老爷子，你受得了这程？我找小飞。侯小杰，
你他妈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找小飞，小飞说话。谁呀？我是张小波的爸，我儿子在你们手上。好，是啊，他把我车给划了，没钱也不叫人来。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车就在你们车后边。哎，你干嘛？哎，别戳车呀，等我把车窗打开。行，我走，你下车，你下车，杜老爷子。哎呦，岁数了还跟他们飙，您这玩的哪出啊？我说大爷，大爷，我三环十三少，行吗？我那个要四个鸡蛋，完了香菜多放，葱花多放，韭菜花多放，有够没够啊？给你十个，我撑死你。吃完这顿，新账旧账一块儿算，行不行？蒙谁呢？钱匣子你也拿走，逗你合适得了。姐，你这边去辣椒。这帮孩子比你们那会儿还猛，敢把人了都。要我说，咱还是先报警。这事儿咱说到哪儿去，咱都占理。占不着理。你先嗅的人家蜜，这叫捕人，人打你活该吧。然后你又给人车划了，这叫不义。回头报了警，该赔赔不说，人还得拘。养不教，父之过呀！怎么他妈说话呢你？不是，那你指着自己个儿铲也没戏。你知道对方都什么人，有什么背景？现在什么时代了，您那套不灵了。别小灾没处引来大祸。六哥，先报警。不报，这事儿还得我自己来。六哥，有事儿您原因，不行我陪着您去。瞎演演什么呀？把这喝了。嗯，我上班去了。你行了啊，邓兆，拉家带口的，你就别跟这瞎掺和了啊。我去吧，刘哥，现在这帮孩子没谱。三儿，不急，先容我呀，看看什么阵势，回头咱俩再商量。飞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老爷子让赶紧订机票，加拿大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别再拖了啊。东叔，我这确实还有事儿呢，你得帮我应付去。别再有事儿了，飞啊，你还小，
听你爸的没错。我听都要成废人了。听话，再这么着就真废了。事儿不能打女人。谁说的？祖宗说的。你把那手电关上，咱俩昨天晚上见过。让他下来。这事跟你没关系。那车是你划的？是他们先打的我。那你跟你爹说说，他们为什么打你？你少他妈在别人面前逞英雄，有本事你打他们去！我告诉你，我没碰他，你爱信不信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车是不是你划的？是。故意的？是。他惹的事儿，他圆。他圆不了的，他爹圆。这2000块钱赔你，不够再补，多出来的就当是补偿了。老头，你他妈是猴子请来逗逼的吗？直说。您拿我当要饭的了。我有朋友在修理厂干过，补个漆的事儿，多少钱？我门清。您不是门清吗？你看着道子。值多少钱？
你说个数吧。10万。陪你，你呀，那么大岁数，怎么他妈张嘴就来啊？你要赔不了，我们可剁得手。我3天就赔给你，老东西。告诉你，你他妈报警，我们也不怕。我们哥几个出来，接了他妈弄你。3天之内拿不出钱来，也他妈别来找你儿子了啊！我们陪着他玩。3天以后赎人。小子，我这岁数的人，我得劝你一句。别张嘴闭嘴，他妈的，他妈的，到了可伤你自己。我就他妈他妈他妈的了，怎么着？你他妈伤我一个，给我看看，看我。再看。还他妈看。我他妈让你看！阿彪，成。这事儿算成了。怎么着，大爷？就这么定了？还是你去报警？3天以后还在这儿。10万给你，不报警。你是叫阿彪吧？3天以后你得在这儿。刚出锅的主人，给你给，麻利的，3分钟不行了。妈，95年碰上小萝卜那回还记得吗？都是一帮18、19、2郎当的生瓜蛋，哪管什么大刑啊、枪毙，抡起叉子就他妈捅，谁记后果？就这岁数，这帮小崽子最他妈不知道深浅。来了，强子。刚知道的，大概齐吧。那几个小崽子，都是家里有点背景、有点势力的，不是地方上的领导，就是首富之类的。你们说的那小飞，他老子是南方省里一头。这都哪儿来的？酒吧这种地儿吧，就什么人都有。11年小飞飙车撞死一人，他们家3番5次运作后，屁事儿没有了。所以说，这年头人没事儿真的，不就是一嘴吗？没抽那边就不错了，我自个儿还抽我自个儿呢。爱听你丫说话。小哥，我那意思咱熟人，那钱呢咱哥儿一块凑。钱的事儿你们帮不上，我自己来。人能帮上啊，刘哥，挨两叉子没什么，打人他妈不能打脸。我帮不上啊，你们哥几个他妈就少喝点吧。就他这破心脏，撑到今天算是前世积德了。反正这事儿啊，不能就这么了了。先别炸，三儿。等我把孩子这事儿解决了，咱再说那打脸的事儿。
您今儿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？实在是张不开嘴，哥哥我遇着点事儿，着急凑点钱。这事儿啊，六哥您也知道，我这闺女不是今年刚考上大学吗？也正等着钱用，要不您容不得人。六哥，我那媳妇啊看得忒紧，我能动的数呢，最多也就是5000。这样吧，你把账号给我，我下午就给你打过去。82年。甭跟我客气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您尽管说。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那我又不跟您客气了。我呀，约了个人，得出去一趟。现在的生意啊，越来越难做，老是应酬，不去还不行，谁也不能得罪啊。等我忙过这阵儿吧，约上大猫子、三儿，咱哥几个好好聚聚。烟火，轰我是吧？六哥，您要这么说话就没劲了吧？怎么说话有劲呢？我他妈一根烟都没抽完呢，你就轰我走？
您是手头紧了吧？我什么时候手头紧过呀？我你还不知道？我够吃够喝得了。怎么着也不能让您白跑一趟啊！这是哪一出？六哥，咱俩就甭弄这事儿了啊！这个您拿起来，有急就急，没急自当给孩子花了。我得跟您说一声，下次您再来，跟我那秘书约一下，我怕您扑空了。杨虎，真拿六哥当要饭的了？你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的都是钱的事儿，有劲吗你？你要这样，以后咱就别见。六哥，差不多行了。六哥，您到底要干嘛呀？六哥，我告诉你啊，人呢都有好的时候，也有背的时候，别给哥几个这点情分全都给弄拧巴了。六哥，我杨火是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啊？你太局气了。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啊？你们这么乱，会刺激到清醒者的。亏呢，鸭不敢跳。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在上面炸猫呢。废他妈什么话呀！一会儿人家真跳下来了。一咬牙，一闭眼，鸭跳啊！鸭跳下来就舒坦了。他就是啊。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是吧？当他妈真人秀跟这看呢是吧？都他妈盼着他跳下来，什么人啊？跳下来砸死你王八蛋！我走。想谁呀？装什么？你跳啊！你他妈上去跳啊！你怎么不跳啊？那我看你就是他妈找抽。这孙子刚才挺牛的，怎么躺着了？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你还不会是装的吧？别碰，这人我昨天见了，这叫碰瓷儿，沾上了五万八万也是他。告诉你啊，别碰我，一碰我我就走。哎，先生您不能走，我钱都交了，我怎么不能走啊？我们老师说了，您现在病情很严重，您这乱动出了问题，我们医院是有责任的。我让你负责任了吗？怎么了你？怎么折大街上了？想弄一碰瓷儿玩玩，没人搭理我。会他们说人话吗？您好，您是家属是吧？我们老师说了，像病人这种情况，必须马上住院。休想！还他妈住院？我们老师还说，您现在有可能呢，两根血管都堵死了，要马上做支架，要不然随时有可能心梗，到时候开胸搭桥都来不及。开胸？开玩笑吧你！我的命还是我做主吧。哎，家属，我们老师还说这药啊，这种事儿不能强撑着，咱不年轻了。不是时候啊。借了多少？两万多吧。打算怎么办呀？卖房子。别他妈放屁了，你他妈就剩这房子了。
房子再卖了，你以后怎么活呀？八万，我底儿掉了，也就这么多了。行，这房子归你了。说什么呢你？谁要你这破房子？我就一条件，小波明儿回来，你立马给我住院去。成。来，哎，来口。你丫也不容易，大老远的跑我们这儿来，瞧给你憋屈的。老家多好啊，把他丑冷子钻出去。甭跟这儿卷着，哎，哎，来，哎，好，六哥，六哥，哎哎哎，本主回来了，怎么这点儿回来了？哎呀，就是赶没人的时候回来。您呀，先那屋躲躲，悄不声，一会儿您慢慢溜。得嘞。二爷，给您点上。您这什么烟啊？咱换换，您看我这烟怎么样？咱换上抽来，行吗？啊，得，您换了自个儿抽。二爷，小兔子，谁他妈让你抽烟的？六爷，今儿穿够精神的，波呢？吃拧了，回笼觉。今儿什么日子头啊？我今儿没事跟您转转。你哪天有事儿了？别跟我这鼓乱。三儿，不是都说好了的，丫登这儿又掉链子，都不容易，走吧。那跟这儿不是说今儿过来吗？我怕你们不带我来，我也想帮点忙。毕竟干了二十多年修理工了，就剩这点手艺了。我说灯罩啊，你他妈可真行！您那手艺那时候修的是什么车呀？这什么车呀？挖机的净他妈瞎添乱。不是，这事儿我可琢磨了一宿啊，哥。你说你没事碰他干嘛呀？你这孙子等着瞧吧。哟，够早的。喂，都他妈醒醒，人闯进来都不知道啊！十万，你点点。行啊，老爷子，挺讲信用的。
小波呢？我给你用那漆特贵，喷完了之后不仔细瞧，真瞧不出来。怎么着，六哥？兵来将挡。水来土吞，得嘞！谁他妈出的主意？又他妈是你吧？谁让你动的车？知道那是什么车吗？知道那是什么漆吗？国内没有，国内统一我定。原本就他妈是一道印儿，现在成了一片烂漆了，我得铲了重喷。你用的什么好玩意儿？你他妈老丫的！这一巴掌我还给你，这叫礼。你要再跟我嘴里不干不净的，我就接着抽你，替你爹妈教训你，这叫规矩，懂吗？老潘，他妈找死啊你！松开！你他妈给我放开！都他妈活腻歪了吧？啊！哎！行，您不是爱论理吗？那咱们论论。你们不懂车，这车是我最好的。现在就论理不讹人，重新喷快赶上这车一半的价钱了，您出得起吗？出不起。再说说你打我兄弟这事儿。你有你的规矩，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。无论你怎么说，我兄弟挨了打，弟兄们咽不下这口气，我也得给他们有个交代。我不能让他们全上打你们三个老头，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什么意思呀？就你们这几块料还想打呀？是怎么着？打可以啊，怎么打？这是在北京，咱按北京的规矩来。北京什么规矩？查价懂吗？就是说一礼拜之后咱们约个地儿，你们爱来多少人来多少人，你们也甭管我们带多少人来，谁服了算谁的，这就不算欺负人了。大爷，开玩笑吧？好，那咱们说定了，到时候孙子他妈不去啊！孙子他妈不去！孙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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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去，你就是孙子，等着你们。成了，那就玩玩吧，好多年没活动了。这么着。你们要是把我们老哥儿几个放倒了，
修车的钱给你如数凑足，你们要是不灵了，孩子我带走，钱我能凑上多少算多少。越来越好玩了。时间地点呢？那就一周后早上八点，颐和园后边有一野湖，那儿人少。放倒我们钱不要了。您这身子骨啊，别硬撑着了。回头我找一帮孩子，个个都倍儿生，过去活动活动，出口闷气。这他妈日子每天过的，这叫一个凹头。老婆这事儿一出，我他妈正好进去舒坦两天。烧稀巴事儿，一帮生瓜蛋子，手里没轻没重的，再捅死俩。这事儿吧，我琢磨着，还是把咱们那帮老哥几个给敛吧敛吧，比较靠谱。啊，都这岁数了，上哪儿找人呀？狼眼、猫子、洋火、家呆子、小包子，我都给你抄上了啊。其实就是摆个阵势的事儿。小飞那帮孩子还是嫩，动不了真格的。咱们那帮老哥们儿，现在都人模狗样的。把人围了，盘盘道，怎么着把孩子给弄回来？我看这事儿悬。现在他们人都变了。发个帖子，就说六哥有难了，让大伙儿都来聚聚。三儿，咱都多大岁数了？眼瞅着都奔六张了。我最近呀，老琢磨着应该把过去那帮老哥们儿都叫来聚聚。再过二年啊，见得着见不着的就不好说了。我顶烦电视台里动不动就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，刚过五十就给归老人堆里头了。心里那叫一个腻歪。干嘛呢？昨天不行。六爷，没玄武区了，都河西城了。您看这信。到这节骨眼上了，这事儿你得听我的，我得报警。不报。我打听了，小波划人车这事儿顶天了十五天，地方拘禁如果事实成立，他怎么也得三年。听话，咱别把事儿弄大了，行吗？现在已经不是这事儿了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。你要报警，咱俩这辈子就别再见了。我他妈怎么那么想抽你啊？谁呀？朋友。好，我看你了啊，波儿，怎么不先找你爸呀？这还用说吗，夏姨？想跟你先商量商量。好，我想想怎么办啊。怎么办？回来了就好办。叔叔，
这您的东西，我把它偷着带出来的。下周您可千万别去了，他们就是闹着玩的。谢了，姑娘，回去了有麻烦您事儿啊。是我对不起你，把事情想简单了。你要好好保重，千万对你爸好点儿。你爸真挺棒的。你干嘛呀，张小姐？你他妈跟我松开！你给我松开！你有气冲我发什么呀？有本事你找他们去呀！你给我松开！你不松的话，我告你去！你告我？我他妈是你老子！你不是我老子！我从小到大就没你这么个老子！你信不信我抽你小兔崽子？抽！快！你说说说什么呀？至于吗你？坐下！你还能怎么着呀？孩子回来不是好事儿吗？你闭嘴！我的儿子我管。返魂吧你就。什么呀这是？哟呵，这不我那钱吗？这孩子怎么样都给我拿回来了？那叫偷，是偷回来的。我不是想管你，你管不着。但就你家现在这情绪，我是真不敢走啊！要是走了，你们俩就剩下打了。这么着，让孩子到我那儿待一天，我跟他聊聊。哎，不。换上啊！以后别跟你爸那么说话，那是你爸。霞姨，您跟我说句实话，您说他是我亲爸。打我妈走了就没见过他管过我，就剩下见天在胡同里瞎晃悠。我觉得他压根就没盼过我好。不盼你好。不怕你好，还为了把你弄出来，把房子都押给我了。反正他怎么着都是过。夏姨，你是没天天跟他一起过，每天跟你白过以前那点破事儿，净吹牛逼。还真不是吹牛逼，小波。夏姨16岁就看着他们家真牛逼的样子。你知道吗？就那闷三儿，原来大院小孩。83年，你爸4、5个人跟他们几十个人就在前面兵场上查起来，你爸一把军刀对10几个，愣是没倒下。那会儿你爸猛起来，真他妈挺吓人的。那不就是会打架吗，夏姨？算什么本事啊？不是会打架那么简单，你爸跟现在这帮人不一样，那种感觉吧，反正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这么说吧，小波，这人呐，都是有好有坏，有顺有背，只不过这会儿该着他们家点背。但是搁谁谁都不甘心，不是？你是他儿子，他没有别的亲人，他不跟你唠叨，跟谁唠叨啊？啊！我以后可以住家里，可有一样，你别管我。就算我道歉了，以后咱们互相理解了。杯子低点儿，没大没小。互相理解，我还是他妈理解不了。
说你们这帮孩子成天都想什么呢？除了图钱、图女人，还图什么？图个乐呗，高兴就好。你们高兴，那别人难受。那就没我什么事儿。今天我非给你掰扯掰扯这事儿不可。阿波，你跟我说，这女孩是人别人的吧？你说你干这事儿，你操蛋不操蛋？你出了事儿了，你他妈那帮狐朋狗友全跑了，谁管你了？还有小飞那帮孩子，打别人可以，自己挨打不成？这他妈还有规矩吗？这世界上人人要都没规矩，成他妈什么了？您有规矩的是什么世界啊？除了打架斗殴，您还会什么呀？打架斗殴也是江湖，都讲理。一群地痞流氓，江什么湖？我看你们才是他妈一帮小流氓呢。老辈儿留下来的东西就没有一点好的？您老讲一样，最起码男人得有男人的样儿。别人我不管，我他妈也管不着。你是我儿子，我顶他妈看不上你那怂年间二椅子样。你妈活着的时候，别他妈跟我提我妈了。说你二十多岁的人了，你就跟我说，往后你打算怎么过？脸面。里边待着。我今儿跟你实话实说吧，我一直想在这边开个酒吧。成，算一主意。你把你那兜里那东西都掏出来，让我看看。你拿什么开？
个屁！开个屁！行。那您呢？这么多年了，就打算这么一直晃悠到老？已经老了。不是，啤酒卖人35的那几家，要说地价，他可没咱们这地价好。咱们就卖20，咱他妈不摆沙发，咱摆长条凳。那主座你知道摆什么吗？摆他妈太师椅。一太师椅上铺一张虎皮，门口咱挑一匾。仨字儿，聚义厅。小子，行吗？行了，别胡说八道了。来，走一个。这是一个中年男性，基本冠心病诊断是明确的。几天前在我们医院做过造影，当时是个3级病变，建议他做搭桥手术，但他本人拒绝了。该患者1小时前在家中被人发现，有明显酒精中毒迹象，血酒精含量3500毫克每升，已经深度昏迷，呼吸缓慢。家属出去，在外面等吧。既然不能进，让我过一下，让我过一下。联系导管室，体谅一下，不要影响我。做全脑心电图，联系导管室。药，这病房，还有进口药，全洋伙掏的钱。谁脱裤子给他露出来了？这是。得了，刘哥，您都这样了，子当跟这儿歇2天吧。啊，我先撤。我说张学军，人家洋伙来是为了表一心意，这叫理儿，怎么不成？成。没说不成啊。医生，您能简单点说吗？就是说啊，病人3根血管都有病变，其中最严重的一根呢达到90%以上，所以必须马上做冠脉搭桥手术。做还是不做呢？家属决定吧。做。不做。不做你就死了。做了才死呢。我告诉你们啊，这西医呀。就是把人啊当零件，哪儿坏了拆哪儿，好人都得被他们治死了，千万别听他们。这事儿吧，由不得你。小波一签字，麻药一打，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到时候该怎么拉怎么拉。
除了这个做手术就没别的招了？有啊，保守药疗维持着，治不了根儿。这好，我喜欢这个，保守药疗，这也靠谱。咱就是平常注意着，吃着药，咱维持着，是不是？王小子，你过来。哥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事儿吧？估计没戏啊！你丫平时不是挺生的吗？问你呢，你平时不是挺生的吗？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你过来，过来，坐着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在理儿吧？从您这儿，什么都在理儿。一小刀子在你肚子里乱划，咱又看不见。你搁谁？谁不麻爪？不是，爸求你一事儿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是爸最亲的人了。我成最亲的了。啊？下一步亲啊？张瑞军，你说要是咱俩掉一个，这病落在我身上，是不是我就非得做这手术不可？这话问的还也不一定，就事论事。看是吃药，饮食上呢少油腻，少喝酒，烟一定得戒了，千万不能有剧烈运动啊。还有就是，定期回来复查，要保持。先这样。你说你干嘛非要跑啊？下周跟人约了事儿了，甭管。哎，你们俩去哪儿啊？不去哪儿啊？跑，快跑！喂，跑什么呀？站住！给我回来！张一军，张一军，你这是把我往沟里带啊！我以后见了霞姨怎么说？张一军，你们他妈给我回来！听见没有啊？张学军，你大爷的！你他妈跑什么呀？你他妈脚底下踩轮了，你还能躲一个晚上去啊？喂，快过来！手术给你家吓得跟孙子似的，你真的他妈有出息！我他妈上辈子欠你了，怎么着？去死吧你！你说你老婆这样，就不怕真伤了霞姨啊？怕。
呀。朵儿，还记得当初你玩命叫他说什么吗？笨呐，谁不会？您说这图财别害命啊，现在都什么怂人呢？消停点吧您，屁他们都没丢，这叫图财啊？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这帮孙子别再给咱埋着什么雷呢。波儿，你跟我们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没跟我们说？你信不信我？算了，甭嘀咕了，咱也不是头一回干上这种事儿了，估计呢是由这事儿起的，然后慢慢的弄大了。这中间有什么幺蛾子，咱也不知道。等着吧，该来的肯定来。我说朵朵，咱能不画龙吗？你下去，我就不画龙了。你小的时候，前边我驮着你，后边驮着你妈，我也没画龙啊。别动，别动了啊！我再问你一次，东西在哪儿？交出来就没事了，听懂了吧？别给自己惹事儿。说，来说，说了就没事了。说，来说。去你妈！你们家一群人欺负一岁数大的，算什么本事啊？哎，冲我来啊！冲我来啊！张学金。张学军，伤哪儿了？你他妈走！可惜了。张学军，快起来！躲开！波儿，
我去你妈的！重度脑震荡，还有轻微的头骨骨裂。这下半辈子还行吗？他简单的说啊，他这就是外力造成的一时性的意识失缺，大部分病患呢都能康复，当然也不排除有后遗症的可能。赶紧让你们这帮孩子先撤。妈，准备酿一大血案，明儿上一头条，死俩伤仨。不该吗，六哥？今儿这事儿你别拦着我。听我跟你说啊，四儿，就这帮不分青红皂白的生活蛋子，动起手来咱俩都按不住，不定捅多大一篓子呢。咱们的事儿咱自己摆，咱别给他们裹进来。太他妈憋屈了，刘哥，我就操他妈，咱他妈什么时候受过这个呀？六哥，六哥，您甭伸手了。什么样一东西啊？就一纸团儿，一不留神让话匣子给扔了。六哥，什么样一纸团儿啊？
大概齐吧啊。这个简称 US 的银行，就是一联合集团，为一切客户保密。这就是一张通知单，没什么用。这张知道客户叫谭小飞。只有这张是今年六月份的对账单。你说说，这多少？个十百千万，78600块。什么眼神啊？786,000。786万。那么多，而且是欧元。大爷的，这他妈世界还真不是咱们他妈小老百姓能想象的啊。你说那个小飞他爸是一大官儿？一般都这样，放孩子名下退了就直接颠了。780多万欧和7000多万。六哥，哎，这只是其中一张单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咱不知道的多了去了，行吗？坏人，老话说这就叫他妈坏人。您是好人，你想干嘛呀？不给人还回去，你当他们能玩呀？这可是人家身家性命的大事儿。六哥，这回可不能再由着性子了啊！这么着。波呢还在医院里躺着，咱别俩事儿一块儿结，一码归一码。千万别把关，六哥，你听我一句，这帮人咱真惹不起，会出大事儿的。我惹得起谁呀？我连你都惹不起。这一步，六爷，说，小飞哥想见您，就他一人，说您肯定能答应。正他妈想找你们呢。小飞现在跟家里闹翻了。回去呢，被看着出来，所以你小子想要东西，你不自己去拿，你还溜我跑一趟。我现在实在出不去，但是拿不回对账单，我爸非杀了我不可。杀了你？杀了我吧。那倒不至于，但是他们还想绑人，让我暂时给拦住了。六爷，您听我一句，那东西对您真没用。小子，我儿子还在医院躺着呢。小波这事儿没了完，你那对账单的事儿得往后说。告诉你爸爸那帮人，咱们一桩桩的麻。小波现在怎么样？恼人呐，头骨也让你们家给打裂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。
您觉得100万行吗？你觉得呢？1000万也没戏。明白，刘爷。没碰上您之前，我也为这样的都是书里写的。碰上您，我信了。我什么人呢？我什么人都不是，就一小老百姓。儿子，咱说点有用的，打算怎么聊啊？这事。好。其实今天叫您来，我是和他们说好的。我告诉他们，只要按照您的规矩来，您一定不会报警，事情就能解决。按照我的规矩来。对，按您的规矩，按照你们北京查价的规矩，您说时间和地点，如果我们赢了，您还东西，修车钱我也不要了。要是你们赢了，该替小波出气出气，那张对账单你们随便处理。两件事拼一块儿说。好啊，那咱们就两档子事一起聊。我有几件事想问你。一个，我那鸟是谁给摔死的？应该是公叔，有胡子那个。听他们说，那个鸟老是在叫。大小波是不是也这孙子？他来不来？您要是答应，他应该会去。我答应，我必须答应。正好，后天早上8点，颐和园后边那个野湖，咱老时间老地方。六爷，对不起。六爷，有您挂号信。我的挂号信？嗯。哪儿寄来的？哦，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种村镇郑红。郑红？谁呀？不认识，你给我搁那儿吧。哦。正好，你去趟邮局，你给我也挂一号。六爷，咱不是说不报警了吗？那叫报警吗？你瞅瞅上面那字儿，中纪委，那叫举报，知道吗？咱就是你记着，虽然咱们是小老百姓，但有些事儿咱还得办。得了，你呢？
我看六爷今儿有点不太对劲儿，小卖部也疯了。
你他妈怎么跑出来了？员工上课，不要上课。快跑！说呀，这
这不他妈欺负柳哥吗？这帮蹲着干什么呢？来都来了，干他们家的！他们家都谁呀？管他们家谁，先过去再说。老六，咱们个意思，老哥几个都来了。大家听我一句，都先别过去。哥儿，咱先甭管，咱给六哥把场子撑住了。
原省长谭军耀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正在接受组织调查。还有证据表明，妻子谭小飞曾经在前年二月驾车肇事逃逸，致人死亡。谭军耀利用职权帮助其逃脱了法律的惩罚。本台消息，四月十日，昆明一辆106路公交车在市区临时路发生自燃，十名乘客被紧急救出。据初步了解，那小孩，前面死胡同吧，能绕出去吗？跟你说话呢。怎么说话呢？不会叫人啊。哟，小兔崽子，谁教你的？小乔，别难为人家。哥，前边拐个弯就出去了。